这里是陈同学的记事本。Hello， 现在是7月20号的下午18点，太阳已经要落山了。我马上要出发去 BW 现场参加彩排工作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BW 的表演，应该算是我偶像愿望清单上非常强烈的一项。梦想成真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，希望今天晚上的彩排也一切顺利。那现在准备出发 ，Go Go Go！ 还是得带上烧饼。你超级想好吧？不是，我举起来之前觉得就一般吧。是不是超级想？出发前收获了一个时尚小单品，身份证带了，带了。今天是出发的两个人。刚跟他试了个新鞋子，我要去最后一排，这里不适合我，拜拜。出发啦！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坐大巴车了，有点不适应。上次去 CCG 的时候坐的还有点头晕，希望这次大巴车之旅是一个舒适的体验。虽然出发已经是傍晚时间，但是属于夏日的阳光总是久一点。换车啦，顺利换乘哔哩哔哩的工作车辆。喜欢夜色朦胧时路灯刚刚亮起来的感觉，适合漫步。来年我一定会抢到门票从这进。我也认不出来，这个是海带、青椒、青椒，这是青椒啊！啊、嗯，我就青椒、黄瓜、萝卜、牛腩，应该是这青椒，我吃出了酸瓜的味道。你先吃剩了，我帮你光盘。陈佳一让我炫饭。Later. 我倒要看看这瓶可乐最后是谁喝，肯定是咬过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好心。我跟你讲，这手那么坏，他这样坏。看来现在张雨林啊，在这谴责陈佳怡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看到没有？他说你这样坏，真坏。哎，有多坏应该叫你不可以带。名字，哎，找着了。
们又下来了啊，这是啥呀？没拿。好，谢谢拿。顺利拿到了耳返，第一次佩戴觉得好高级哦。企图自己佩戴耳返，但是挑战失败，还是多亏小伙伴的帮助才能顺利佩戴。来来来，是另外一个感觉，有点不习惯了。舞台上的我这耳机里面更大了，真的太湿了。对，对，特别热，哪哪都是汗。不过刘海居然维持住了，希望二十二号那天也可以这样。要求不高，还可以，就是耳麦不太会戴，一天啊我就掉。我在想要不就不戴，掉还不如不戴。听现场自己数拍子给明天好吧。孩子也有点陌生，我们再练习一下，就最后两天了，加油吧。这个彩蛋已经给我拿来了，这个彩排结束了，可以安心干饭，谢谢。正式舞台见啦。